OK， 还没有，不要紧，不要紧。OK， 好，我们先来，先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讲义先，好吧？就是我们这小本的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补充的资料，罗马书的先。那因为昨天匆匆忙忙，有很多东西呢，讲义又没有什么的话，所以很多东西呢也就忽略过去，甚至呢有些东西我们要再提醒大家的，我们先看一下一点哈。OK， 那昨天也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提起哈，这个我们来看那个有关神的义的简单的解释，好不好？我们的补充资料里面啊，他说那神的义到底只是这个意思还是什么意思？当然，这段经文里面呢，其实业长也跟我提起，他也提起这节经文，他说是的，当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以信，以至以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OK，好。他说，其实我这边也是有写原文什么的，好了。他说呢，你要记得，你不要误解保罗写这个义的神的义的时候。当然，我知道罗马书里还有其他的很多经文里面写的。其实这一段经文，神的义呢，你不要误解、误以为说，这里神的义就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本质、本性，不是，因为原文里面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过去的很多，包括这个马丁路德他们的时候，他们读到这一段经，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就是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突然间以后明白过来我们改教就是。以后就根据这段经文的话，他以前就一直以为说神的义就是讲到上帝的公义啊，上帝，所以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我怎么能够完全呢？我怎么能够达到呢？那是遥不及的，那是我做不出来的。所以他恐惧，他也战惊，他也害怕上帝的审判，神的义。后来他好好读圣经的时候，当然原文圣经里面突然间。神开了他眼睛，这里神的意思说 "from God"， 就是说什么？不是指神的义，是神的他的拯救的能力，他要把人怎样把那个救恩临到人的身上，然后呢，把耶稣基督所完成的这个救赎加在我们身上，好像个义袍。我们记得没有？我们好像说，我们本是罪人，怎么样？耶稣给我们披上这个义袍，这个整个神的拯救能力工作能够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就本以信，以至于信，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我会说一二三里面第二呢？我们是比较接受，因为上下文比较合理，包括原文。第一到第三呢，第三就比较不通顺的一个翻译。那第一个呢，比较有带点人的成分在里面，人功劳的成分在里面所以呢，因为这样，所以我刚才说过了，罗马书的时候，你一开头你要抓得很紧、很稳，它的整个罗马书的重点、它的主题、它的中心是什么，你要抓住。如果你不抓紧的话，就好像这个马丁路德一样，他说：“因为神的义就是上帝的公义啊，上帝的要求啊，面对我们将来要交账啊，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啊。那上帝的义，那你将来在神的面前，你站立得住吗？”所以他恐惧，他害怕。我们怎么样面对上帝？因为神的义哦。后来他说：“不是。”他才突然间醒悟过来，明白了，原来。这是一个好消息，福音就是什么？好消息，什么是好消息？所以呢，就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救赎的这个整个计划，他的行动，他的这一些呢，要怎么样加在，怎么给我们，如何义袍加在我们身上，神怎么完成呢？所以我后来说，什么本以信，就是说蒙恩，因信。诚意，以至以信，蒙恩，因信，成圣。这也是我今天我在说的哈。有什么问题吗 ？OK， 我在说的话，因为今天华人教会，业长也是跟我谈，我整个下午都在谈论这事情。
真的，我坦白告诉你，由你们出来，不管你去哪一个教会，或者你去带领教会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带领一个人信耶稣，对不对？带领一个耶稣，好好跟他讲怎么样信耶稣，怎么决志，怎么祷，你会讲，你也讲得很清楚。不管你现在去哪一个教会，你去问，你不信，你礼拜天的时候你去那个教会，你问嘛，什么叫成圣？你成圣了吗？你问他，大家都模模糊糊。但是呢，上帝整个救赎。整个救赎完整的就是什么？因信称义不过是你救恩的什么起点而已。就好像说，你拿到入学证已经拿到了，完了就结束了，都还没开始，都还没有开始，你都已经有了很多，因为我们叫过去吧，你重生得救了没有？因为怎么讲有没有？你拿到那个准证了没有？拿到上了天堂没有？有没有？对不对？好像是信耶稣什么？信耶稣就是上天堂吗？然后哦，拿到了，拿到了，我很清楚，我很清楚，在某年某月某日，我很清楚，我确知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我很清楚耶稣的宝血怎么样赦免，我很清楚我怎么样你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哦，他很清楚，他还什么？信子的人有永生，他已经很清楚了，得到了永生。但是呢，没有了 ，everything 结束了，他也洋洋得意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拿到准证了，对 ，visa 是什么拿到了，准证拿到了。那我将来呢？将来回天家，反正呢，我一定回到天家了，什么都解决了。这个是我们今天，特别是改教以后。所到今天五百年来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因为不知如何，当然以后我的院长会解释前因后果，为什么到今天呢、啊？不要说别，我们不要表别，说我们单单说我们华人教会，华人教会，你去哪一间都是如此。他最重要的告诉你们，信耶稣得救。所以呢，很多人来到你教会，包括你啊，你看，只要来到教会，最重要的是带领他信耶稣，带领信耶稣以后 ，OK 了，所以完成了我们的事工，也好像说我们已经满足了哦。今天教会有20个人信主啊，有15个人啊洗礼加入教会，我们很高兴，对 ，OK 了干嘛？但是其实不是的，罗马书说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是好消息，什么东西？是本以信蒙恩，因信称义；以自以信蒙恩，因信成圣。所以我期望这次，我们至少很清楚什么是救恩，什么是神拯救给我们的这个救赎预备给我们的救恩，什么东西？期望我们不要再有这观念，信耶稣的永生就停在那边完了，那是起点啊！我怎么能够带领弟兄姐妹，只是开始这个救恩的起点，然后就把它丢在那边，自生自灭？你自己去追求啊！你要科目，你要爱主，你要灵修，你要祷告，他也但是对他来讲的话。信主就得永生，信了耶稣以后我永生的问题解决了，我已经肯定上天堂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不然的话，我觉得很可惜，对不对？过去教会华人的教会历史里面百多年，这么多年的里面，我们如果还是在救恩的起点，你不觉得可惜吗？这个福音是那么的宝贝。上帝预备的是那么好的恩典给我们，我们只领受一个起点，甚至我们带领别人也到一个起点而已，就丢下他，所以他自己摸索了啊，去爱主了，去什么呢？啊，以后就软弱失败了，啊，以后又失去起初的爱心了，啊，又怎么就对了？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啊，就哎呦，追求，你要追求，你要科目你要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哦，他也是这样哦，信主又啊就，但是呢，他又做不到啊，他又说，哎呀，他又哎呀失败了，又流眼泪，啊，又挣扎，等下又励志，又信话啊，等下又什么，整天就在被循环。我觉得，这是我这一次的感受，说期望我们非常清楚，这一次先抓住一个点，蒙恩因信称义，
走到蒙恩因信成神，就是整个是神的意要在福音上写明出来啊。我因为最近就是说我们这一段这一两年，就是中国教会有一个，就是新加坡有一个平月社牧师，对就讲那个恩典啊啊，中国国内也有很多这些传道人讲恩典，但是他有个就是说就现在引起很大的争论，就是说对有人说了一段，因为他说就是说他们强调是说你已经十字架上已经给你成就了，就不需要就是意思就是不需要再对我觉得这个是他在神学上有个偏差，对你讲的没错，他这个神就是关于这个神，我们这个理解就是说神是加给我们的一个他的义袍给我们，整个这个救赎的这个能力行动，对，但是他的解释看起来是就是说你们已经成为义了，好像是就开始讲到你这信主得永生了，本质上已经得到了，已经成义了啊，然后你就所以说你不需要再不需要去猜以后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他这个说法让很多人感觉很轻松了，就是对所以说在中国教会现在就是过去有多少，这是廉价的福音吗？很廉价吗？我不是很成功吗？我信耶稣啊，我不是说，甚至有一天他到上帝的面前说：“我信耶稣啊。”上帝，你拿我什么办法？我问你，我信耶稣，上帝拿我什么办法？没办法，拿你哪里无可奈何？因为你信耶稣吗？我口里相信，心里承认，我信了耶稣，连上帝都拿我无法动，没办法。你懂意思？那是错误的。对不对？所以连开头的因信称义，有的人都讲到歪歪。对，那甚至呢，有的人以为说，反正已经得救了吧，恩典嘛，得到了吗？那甚至讲坦白讲到也不会失去啊，那干嘛还要一大堆什么后来追求啊，甚至什么犯罪的事情这些啊，都好像随随便便也不在乎了啊，就好像有的说，反正我已经进了天堂啊。我都进了天堂了。但他现在这个对中国教会有很大的影响。对，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上这个罗马书了。你看到没有？你看见我强调一点，你注意看啊，我很强调我在讲台每一次我讲说我们因信称义的时候，我特别讲什么蒙恩，意思说这个蒙恩是神的拣选、神的恩典、神的领导，不是你啊。对，第二呢，什么叫因信称义？只是起点啊。你如果真知道是上帝拣选你，我今天很成为很多人是蒙上帝的恩典的话，刚才我说过了没有？律法，世人都犯的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罪的工价乃是什么 ？Stop！ 所以如果你只是讲律法的话，没有错，对不对？是没有。可是，一定要加一个可是，有没有？所以你如果讲到在讲台上，你一讲了。你不要只是讲律法、哦、你如果只讲律法，你讲到前面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的时候，你讲一大堆，讲，对不对 ？Stop 在这边，完了，那个是背景律法。你讲的今天是讲律法，但是律法重要吗？重要。以后我们讲律法非常重要，因为律法就是要带领人怎么回到耶稣的面前，让他认识他自己，他是罪人，他需要救恩。律法，我常常用一个比喻，以后我会一直想，我觉得律法就是好像我们的，你去医院，对不对？你到医院的时候。我没有病啊，你说有你有病，你不信？你看照什么 ？X 光，知道没有 ？X 光一照，哎呦，你这边有个肿瘤。没有啊，我很好啊。你看我每天早上我还去爬山呢，我还做多少份工作呢？我很好嘞。但是医生说呢 ，X 光一照出来，你有肿瘤。因为按照你的身体生理，你的现在表现，你一切都好啊。但是 X 光有什么重要？告诉你这边有肿瘤，你需要什么治疗？看怎么治疗，医生化疗、治疗、动手术什么都对。如果没有 X 光一照，你还以为我很好啊？没事啊，我也可以吃，也可以睡，身体好得很啊，我精神也没有什么啊。所以 X 光是很重要吗？非常重要，但是 X 光机能够救你吗？为什么不能？就知道吗？他照出你这个肿瘤，我有肿瘤了，哎呦，你就不要见人，亏
回到家里哭哭啼啼，你会好吗？没有，耶稣基督不会救你的，不可能救你的。你明白什么？不可能的。你不要期望耶稣基督能够救你，他不过他的功能，他的果效只是告诉你你有问题，你需要医生了。对，有病的人需要什么？医生。你真的需要医生的，你不要在那边哭哭啼啼也没有用，发脾气也没有用，不见人也没有用，你不接受也没有用。 X 光机主要的目的是告诉你，你快点去找医生的，你懂吗？所以呢，律法对它的功能把你带到耶稣的面前来，所以很重要的。哇，他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所以今天很重要的，那 我非常的在乎蒙恩因信称义。律法，你不要只是讲律法，包括你每个主日讲台，你每一次讲台，马丁路德也讲到，你每一次讲台你是讲律法呢还是讲福音？如果你只讲律法的，你不过是把人带到一个死地。所以你讲律法讲完了以后，律法是神经圣经的话来吧，罪的公家乃是死，死后必有什么审判，这个是神经的话，有错没？没有错。不好没？没有不好，对不对？这是上帝的话来的，大有能力什么的。但是你不能停在这边，你说可是在上帝的恩赐里面有永生，有什么有圣经很多的经文。可是但是你讲了福音以后呢，早上讲了，你讲完福音以后呢，好的吗？所以有的时候讲因信称义了，对，讲得救因着耶稣基督你可以得永生，什么有？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勉人。所以当你讲完福音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个所以，不然停在那边，好，我得救了，福音了，我得到了永生了，啊，我信了耶稣了，好了，什么都解决了。不是，你不明白什么叫福音，你真知道什么是神的恩典，像保罗一样，我是今日成为何等的人，是蒙了上帝什么恩典。所以保罗怎么样一生拼命把自己完全什么摆上不上，因为他真知道神的恩典，他所领受的，他整个人生完全什么改变。不是像今天所讲的啊，领受了这个恩典永生又啊，好像什么都解决，他可以放纵了。不是，你要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对不对？如果你生命完全没有改变的话，你到底只是口头上知识上讲呢，还是你真正是重生得救？对不对？犹大跟随耶稣几年？我问你，犹大跟随耶稣几年？3年。草草我相信都有两三年，对不对？3年多，对不对？我问你，犹大有没有听见耶稣讲很多话语？坦白讲一句话，你跟我都还没有亲耳听耶稣讲啊。犹大比我们更，所以这样用一句话说，哇，更蒙福啊！听耶稣讲话，跟耶稣一起啊，同地方睡觉啊，看耶稣的生活，对不对？甚至耶稣行神迹，他都亲眼看见了。你有看见耶稣行神迹没？没有。犹大都亲眼看到，但是犹大生命有改变吗？没有。所以不保证。你整天听耶稣讲话，不保证你看耶稣行神迹，不保证你就是真正重生的基督。你看见没有？明白吗？你真正这个当然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说神的拣选，圣灵的工作，这个重生的基督非常的重要，把你归入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把神的这个生命赏赐给你，给你了一个圣徒的身份，对不对？你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天，你因信称义，不但如此，你也因信成圣，你有圣徒的身份。所以哥林多前书没有，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吧。对，第一章，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二节就好了。OK， 第一节到第二节，一起开声来读。
奉神之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所提你，写信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什么是教会？其实教会是什么？原文是什么？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就是你跟我了。上帝呼召，从万人当中，上帝呼召的这一个出来的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这就是教会。那教会是指谁呢？他说吧，就是啊，你有没有？什么叫做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你看见没有？所以换句话说的话。You are the saint, saint. 所以圣多马、圣彼得，哇，我们听了有哇 ，Saint Peter, saint. 哦，你叫什么名字？毛之斌。Saint 毛之斌，你懂我的意思没有？你明白不明白我的意思啊？你不要这边就说，哎呦，我不敢不敢，我哪里圣的？没有，我一点都不圣的。不敢，别叫，是就是，你懂吗？这边讲什么？神的教会是谁？就是你跟我呼召出来的，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或者说，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天，圣灵的工作重生你，把你归入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那个是教会的，你就有了那个地位，那个生命成圣。You are the saint， 圣徒。那还有什么？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所以信耶稣的人就是那什么，那么在那边祷告，求耶稣基督赦免他的罪，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他，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的人。所有的这个聚集在一起，这个就是什么？教会。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而且呢，你信主的那一天，不只是得救，你已经有一个身份，那神名什么 ？Saint。但是问题是，很多人今天都不 saint， 不像样。但事实上，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你就是一个圣徒。当你真知道你是一个圣徒，有这么尊贵的宝贝的这个地位，就说你整个人不一样。你真知道 ，I'm the saint， 我本是罪人来的，你懂吗？我们走向灭亡了。然而神的恩典拣选是那么的奇妙。 You are the saint 啊，可是为什么你就慢慢看哦，从此应该我要走什么这条什么成圣的道路，就是说圣经说耶和华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上帝，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懂了没有？ You are the saint。 所以我们怎么样知道开始我们所领受的何等大？保罗说，我今日成为何等的人，震撼。保罗是杀基督徒，保罗是狂者，保罗是那个这些人顽固的要死。突然间，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他，突然间他变成圣徒，这是基督的身体里面，他非常的震撼。我讲给你听吗？哪一个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啊，我讲到了杀这个白冰冰，对没有？那时候你问他就知道，一个人信耶稣啊，这种人信耶稣啊，气死所有的人啊，怎么变成一个 saint？ 对我们中国人讲的，不是 saint 是什么？你是那些做多做好事啊，善人啊，啊好人啊，好人才能够上天堂啊。对所有的外面人讲的话。一个无恶不作、坏到半死的人，简直禽兽不如。见到他，不叫扒他的皮啊！他如果判死刑啊，判了死刑，我们还是不甘愿呢，还要咒诅他。但是呢，突然间 ，saint， 可思议吗？不能。你们。所以你看见没有，神的恩典真是多么的奇妙，我们简直不可思议的。你才知道什么叫神的意在这，
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意思本以信，以致以信。你真的很惊叹惊讶。保罗就是要把这个告诉我们，就写了罗马书。这罗马书就成为基督教最重要的真理根基，你懂得吗？甚至我都说过了吧，解经家说，就算是整本圣经给毁掉，这个罗马书什么，基督教永远不会灭。你就明白了吗？重要到这么重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次来上罗马书啊？难得，我问王老啊、王院长，我就说丰收没有开过的，丰收只有在保罗的神学思想里面当中有特别强调到罗马书，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开过罗马书，你懂吗？但是我期望神恩待我们，这次我们真的要抓紧紧啊！不要以为说，哎呦啊，恩典好像很简单的，好像你就说廉价的福音，不是？你听过人家没有？神学家吗？当上帝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叫他什么？对，他讲，你要把你的身体什么，全然献上，你是什么活祭啊？人家烧的那个羔羊那些东西，那是死掉的，你是说活祭啊？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是耶稣的宝血，重价买赎回来。啊，你看，那个就是刚刚你讲到那个，那个就是，重生得救以后吧，就是被耶稣重生得救以后的人还会离弃什么、就是、？OK， 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现在讲的 OK， 我再回答你。所以我说过了，你要记得，当你重生得救以后，同时你就是什么？Saint， 你有神的生命，有没有？也是说，我就赐给他们权柄做谁的儿女？你相信吗？你承认吗？耶稣说，有谁能够把这个人从我的手中吗？也是没有人可以把从我父的手中吗？把这个拿去。为什么会这样讲？原因是，当你真正重生的救的人，你救我就过去了，你已是天父的儿女。在罗马书第八章很重要，你就圣灵把你归入在这个基督的生命里，你重生了，你就呼叫阿爸父，不在他不只是宇宙的真神、全能的上帝，他就是你的阿爸父。所以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耶稣教你怎么祷告，开始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讲这句话的小心哦，你自己讲呢，我们在天上的，什么叫父？什么叫父？我问你，今天你说你改姓，你是不是你爸爸的儿子？是。那么对不起，我讲了，你不孝，真的很多不孝子孙哦。你是不是你爸爸的儿子？是。你登名，你登报，脱离父子关系，你是不是你爸爸的儿子？为什么会说是？请问你为什么是？对，那是血缘，那是生命的关系。你可以否认，你可以不要，你可以拒绝，但是事实就是事实。唯一的不一样在哪里呢？你地上的爸爸拿你没办法，你的帽你不认他做爸爸，他有办法？最多不在后面哭哦，这就嘛，不孝子孙了，生你出来，宝宝把你生你的时候掐死你，最多他有什么办法？拿你无办法。因为你要怎样都可以吗？他虽然是你的父亲，他没办法，无能为力。但是话说回来哦，当你自己在圣灵里面呼叫，我们在天上的父，记得哦，这句话是你自己教的哦，你讲的哦，对。如果你没有讲，你没有教，不阿公叫他对，你隔壁邻居的人，他的儿子去吸毒是怎么样的话？有个有帮我最多你不是跟别人说，哎呀，不要好，你孩子对不对？对，关你什么事？他说，我家的事关你什么事？你管那么多做吗？对不对？你们就是隔壁家吗？但是是你的儿子，我请问你，如果你的儿子吸毒，你会怎么样？
嘿嘿嘿算了吧，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基督徒，不去了，会吗？不会。为什么你不会？为什么你要管？我问你，为什么要管？这是你的儿子啊，你怎么会不管？只不过是什么呢？你无能为力。小的时候我管他，小的时候我打他，现在长大了，他不认我，他不要你，他离家出走啊，他从此连你见面都见不到他。中国那么大，你去哪里找他？你登报有什么用？没办法。但是如果你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就这个就不能开玩笑了。你以为全能的上帝创造宇宙的真神，你的爸爸拿你没办法。希伯来书讲的，我就是不拒绝他，我就是不要他，我唱衰他，我登报跟他脱离关系啊。你懂我的意思没有？所以你不要天真，你不要天真到那个地步。要么你就根本你就不要承认他是，不要接受他是你的阿爸父，跟你没关系，你不要信耶稣。我讲的是真正的重生得救的。当然有人说，哎呦牧师啊，传啊老师，我真的看到有的人哦，他信了耶稣以后啊，他后来啊差劲离谱，有吗？有。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卖主的犹大啊，对对对，犹大，但是你别忘记哦，圣经讲很清楚的一句话，他从起初怎么样？魔鬼就这边进入他的心。你去看圣经的，往这关犹大说，说他从起初开头，他都没有。你得救跟受洗没有直接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得永生、得重生、得救，不是因为洗礼。不是因为宗教仪式，不是因为这些，是因为什么？蒙，怎么信？哦，你信到有人说我信啊，不，我在说什么？蒙恩因信称义，不然的我才讲过吗？不然说我信耶稣啊，我信了耶稣，上帝拿我什么办法？啊，所以你好，再回到神的面前，好好思考啊，你真的好好思考啊。你就说为什么上这个课，就是让你本身再好思想。当保罗讲这句话，罗马书我们要读到别人，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什么叫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哦，你说，哎，简单吗？我说啊，耶稣啊，我相信，我相信你是上帝的独生子，我愿意接受我的儿子。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承认了，承认了。啊，人家问我，我是基督徒啊，我是信耶稣啊，就必得救啊。那你真的太简单，简单的太简单了。保罗讲这句话什么意思？保罗写这个字那个时代呀、啊，他们的主是谁？当时全世界他们这个帝国里面，凯撒，他们可以敬拜任何人吗？不能，只有凯撒。在一个国家里面，你想要拜另外一个人呐、啊，敬拜一个人的话，做你的神，做你的什么的话，那是什么？杀头，就好像我们清代的时候留头，辫子这样没有？你有没有留头？记得没有？意思是说，当你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你说我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的时候，是你整个人连命都什么？不要。对对对对，因为圣灵，对对对，因为圣灵的，因为圣灵的，神的解释，圣灵领到你，他开始把那个信出信的吗，给了你，那你就那个时候再从你的生命里面，你就回应起，你就真的整个人完全的那个价值观，你整个明白过来，原来信耶稣是连命都不要，所以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你才知道是主耶稣的宝血重价把你买赎回来的。那就是说，犹大没有圣灵内住，耶稣没有，也没有。最后，犹大从头到末了，他从到走都没有。那他没有，他怎么会跟随耶稣？跟随耶稣，
很多人 在教会里面做了几十年也没有出这个重生的计划。有的人甚至做了传道人，你会说传道人都是重生的计划？不一定。甚至有说啊，传道人啊，甚至知道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比如说神的仆人就是得救吗？没有。有这样情况没有？不是因为你是牧师你就得救吗？牧师跟得救有什么关系？直接的关系没有啊，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的。那我们洗礼的话是，那什么才真正的？那不多此一举了吗 ？No， 那你又错误了，你就哎 ，No， 不啊，洗礼是什么？不是只是证明这么简单，因为就好像说两个人相爱，两个人相爱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结婚？反正我们两个相爱就好了嘛，干嘛要结婚？有人说结婚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嘛，那个纸薄得很呢，一下子就破了，那干嘛一定要结婚？为什么要结婚？行动？什么行动？什么叫凭证？什么凭证？一把火就烧掉了，凭什么证？是一个见证。没有，我在讲那边，我先问你。No， 我先问你，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呢，洗礼当然有与主同时同埋。这个我不讲这些一大堆的这个奥秘的这些不讲。我说，对我们自己本身，对你本身来讲的话，你就是本身向上帝宇宙的真身，向世人，也向魔鬼撒旦，你宣告，你把这表明我的心意，我的立场，说我从今以后我是属主的人，我与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你懂吗？啊，宣誓。当然这个宣誓不等于你是那个得救，你懂我意思吗？因为你得救不是因为宣誓。我们怎样才叫得救？你怎么样得救？是因为你洗礼得救吗？啊，对，就是因为你蒙恩，我都讲了几遍嘛，蒙恩因信称义，不是啊，洗礼因信称义，不是啊。啊，不，又不是了，也不是，因为每一个人信耶稣的那一天，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保罗就在那一天一刹那间就得到，有的人听了福音听了几十年，到最后晚年他才领受；有的人呢，到要死之前，那最后的时候他在神的面前，他才重生得救。那如果他要受洗的话，他肯定是被圣灵感动，他才愿意。不的，今天多少人来教会各有各的目的，对不对？那我问你一句话，结拜了。多少人来丰收神学读书？你以为你是蒙召的吗？你清楚吗？上帝呼召你，很多人来这边有他的目的的，有的人是做大板，有的人呢是因为来他的儿子在这边，所以他也来申请。有的人呢因为个人有个人的目的理由。当然我是人，陈老师人，陈南林陈老师那里可能很清楚知道你们什么，但是谁知道？上帝知道，因为神鉴察人心。你可以躲过千万人的眼目，但是你躲不了，你明白吗？所以你今天坐在这边，你真的重生得救吗？陈老师不知，上帝知道吗？一定知道。你可以虚伪，陈老师好好平安平安平安，有我那里知道你就是犹大，后来的你就把我钉十字架不钉，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或者说你本身自己本身说我们今天有机会来读神的话，就要明白今天晚上要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又要查老马书？就是要让你很清楚的到第一点，蒙恩因信称义，你有没有开始这个起点？其实这个起点也是同时就是蒙恩因信产生。如果你读完罗马书以后，你不过是我只是研究圣经这个宗教的经典明白基督教讲什么，那你不过是好像去一个宗教学院去研究一下回教讲什么佛教的什么阿华经讲什么这样，因为它跟你没有直接关系。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保罗根本不可能信耶稣的。对保罗来说的，保罗自己是有多少人气到半死？你要知道哦，
保罗害了多少人？你都没说。对对对，我问你了，如果你是我，对呀、啊，你的爸爸妈妈就是给保罗害死的，你会怎么样？你听懂我现在，你气到半死啊！上帝怎么会救这样的人？应该救谁？救阿狗阿猫也不应该救他。不是，那你误解了。所以呢，你看，连那个犯罪的什么妇女，有没有？他最后认识了耶稣，是这弥赛亚。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了。”你知道吗？你以为耶稣只是专门传福音，带领那些好人信耶稣吗？所以你不要把基督教变成好像所有世上的宗教一样啊啊！宗教就是行善的啊，宗教是教人做好事的。宗教的，当然你信了主以后，我说过了，你信了耶稣以后，你有了那个生命以后，你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你就很自然有那个生命。你如果是一个葡萄树，借葡萄难吗？不难。如果你是圣诞树，那个什么葡萄？我们说葡萄，那是假的。那是你买葡萄挂上去，你买什么挂上去？所以你是圣诞树呢，还是真葡萄树？你要清楚，你到今天，你是真正的葡萄树呢，你还是圣诞树？如果你是圣诞树的话，没有生命，你根本都没有生命啊！圣诞树来 plastic 来的吗？圣诞塑胶什么来的吗？明白吗？所以今天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上罗马书？保罗为什么要讲得很清楚？你真的要明白什么叫蒙恩因信称义。当然我们以后开始要讲下去了。所以保这个罗马书的主题那个重视点要讲清楚，这个蒙恩因信称义同时间就是蒙恩因信重生。不然的话，你就算是重生得救，你不过是在起点。所以明白了没有？所以 我说感谢主，今天是恩待我们，对不对？明白什么叫做信耶稣。那我举个例子，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五章。OK， 来第38节开始好不好？读到第41节，38读在这里。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公会的人。他们离开公会，所以你看见没有？什么叫信耶稣？人家逼迫他们，那是不是为什么打他们？有没有？甚至怎么样苦待他们？怎么样都好，他们怎么讲？一句话怎么讲？他们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位证明受苦。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看见没有？什么叫重生得救？对他来说，信耶稣、接受耶稣做他个人救主，比什么都重要，生命。所以你看，在文化革命啊，在哪里的时候，在世界各地，在苏联，在你的话，你信耶稣，脱光你的身体，如果是女孩子，光着身体叫你游街，你怎么样？如果葡萄牙这个是修到肚底，什么有洞什么都钻下去。但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你看到没有？重生得救的人被算什么？这小朋友他怎么读？被算是配位证明收入。那你就明白了，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
的救。就是他讲了，神学家叫做，当耶稣呼召一个人来的时候，就是叫这个人什么？所以基督教不是廉价的福音啊，就是说啊，来来来来买来买来买来来买一送一啊，今天特别，今天特别，本来平时买两卖两块钱，今天大减价两毛钱，两毛钱，两毛钱，买呀买呀，你要买呀，对你好啊，比啊，这不要紧的，两毛钱，两毛钱都没有啊，这一毛钱好不好？一毛钱好不好？你以为福音就是这个？当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呼召他来的吗？因为他从此知道，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保罗说：“我以上帝的慈悲劝勉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是什么？喜悦的，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你们如此。”是圣洁的，所以明白了没有？所以你才知道，你会说，他说哦，恩典是不是这么简单啊？是，你真的不明白什么叫信耶稣，你还在那边啊，以为廉价的福音啊，信耶稣，好好信耶稣，要不要要信耶稣，信耶稣上天堂，那你真的不知道什么叫福音。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抓得很稳哦。你抓不稳这个真理的话，我告诉你，罗马书对你来说没有意思的，你懂吗？如果你抓住这个很稳的话，那你真的是蒙恩因信称义，同时也就是蒙恩因信称神，所以你是蒙恩因信被神什么拣选，你要过一个蒙恩因信的生活，这是这个罗马书。阿们，阿们。所以求圣灵恩待我们，好吧？啊 ，OK， 这是其中一点，我开始说过了。那今天我们开始要读的这个福音在哪里？好，开始先查下去。好了，那如果人的软弱失败，会废掉吗？那开始讲过，为什么不会？我说过了，你记得我昨天这个提了没有？千万不要把你现在脑袋里的logic。以为说人不信，人的软弱，人的失败什么就可以废掉什么上帝跟你的约定，上帝给你就为什么不能？因为你所想的越，你讲的这些东西的话，你跟神的关系，你是用人间的关系，我们夫妻 OK， 我们去签了，我们结婚了，夫妻好了，你我现在就娶小老婆，我现在怎么了？哦，离婚，你讲的是因为你对你来说的话没有用了，这个老公没有用了，爱别人了，有第三者了，对不对？结果说离婚。我说过了，你还记得没有？我讲过没有？那个犹太人老师带我们，所以为什么影响我多么深？因为在旧约圣经里面，当每一次上帝讲到约的时候，上帝说我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讲什么？我与亚伯拉罕立我的约。你是谁？我问你，请问你是谁？你不过是一个人啊。你再厉害好不好？你叫斯大林这么厉害好不好？你是爱因斯坦好不好？你还是人呢、啊，你可以毁掉上帝的约。对呀、啊，因为神是保守他这些，就是我的约来的、啊，你懂啥？所以你如果还不清楚懂的话，你很自然用人肉的就讲：哎呦，我有外遇了，我不爱你了，我现在这边离婚。那是你用人的想法。还去了解神的话语、神的奥秘、神的计划，你真的不知道什么“神”这个字啊，到底什么意思？你还是不清楚。所以，我们今天所相信的神说，全能的神，我们说全知、全能、全在的宇宙的真神。你到今天，你还不懂得你在敬拜谁？你以为你是敬拜孔子啊？你以为你是敬拜释迦牟尼啊？你还把上帝好像一个观音菩萨，然后以前你拜观音菩萨，直接把观音菩萨拿掉，把耶稣搬进来，不过是耶稣不过是那个观音菩萨而已，你以为啊？那你拜错了，大错特错。你所要敬拜的这位是
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这又在回答你昨天一个问题，我说过了没有？十条诫命的前面写什么？再来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再看一次，给你们更清楚，抓得很清楚。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三节，第三节我们读第三节就好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出埃及记，旧约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然后下去第二条诫命，第三条诫命，对不对？那我说过了，这个诫命根据什么开头的？为什么有这个诫命？那你就要记得前面什么？我是耶和华。耶和华什么意思？本来意思什么？就是 I am 你就明白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当耶稣出来的时候，耶稣说 I am。 我们中文圣经翻不出，为什么呢？中文没有这个字的，你们不信我是，没有这样的中文文法的，所以翻译的加上两个字基督。如果你们不信我是基督的话，对，其实这个基督是自己加上去，没有。他意思，如果你们不相信我是 I am， 这个 I am 谁？没有人可讲的这句话，没有人可能提这事。这个是犹太人一听I am， 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生命。I am， 这不是人讲的话来的。犹太人很敏感、很敏锐，我们觉得我是好牧人，我们听了一点没有感觉。如果犹太人读这句话之后，他脸都青掉、黑掉，为什么呢 ？I am， 耶和华上帝，你还记得没有？旧约圣经，他们抄圣经的时候，抄到耶和华这个字是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他们还要去什么？停下臂，还要去洗手，还要去洗澡，还要什么？然后再，你懂吗？意思说，写到神的名的时候啊，那个是很，甚至到一个地步啊，那个名他们敢叫吗？不敢叫，就是因为不敢叫，一代一代一代不敢叫，到现在呢，真正耶和华，我是这个 I am 耶和华的真正的发音，都还没有人100%讲得出来，你懂我意思吗？写进价值能够积极研究考古，在就是说最近他们跟他们说可能最接近的就是亚威 I am。 那你想看，你看这怎么讲？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将你从什么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是救赎。上帝是你的神，他是 I am 全知全能全在的宇宙的上帝，他把你救赎出来以后，然后你就有下面的诫命生活回应，懂我意思吗？那我们再看下去一段经文，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出埃及二十九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我们一起开始来读。什么？你看到我是耶和华，我要住在我们当中，对不对？说他们神是将他们从什么埃及地领出来的。所以整个旧约，我们再读一段经文 OK， 三十四章第六到第七，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到第七节，三十四章第六跟第七，我们一起开声来读。耶和华在他们前说过，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边就告诉你说，上帝的心思
他是慈爱的神，他说他愿意把恩典什么给人。其实呢，本来不是今天要上课啊，不过我如果你们要我就看讲好了。OK，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也好啊，也给你们看一下出埃及记。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大概是第六章。啊，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节到第三节，神一起来读。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们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 OK， 好了好了 ，OK。你注意听啊，我现在回你一个问题啊，看你们的旧约圣经好不好啊 ？OK， 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以我名耶和华。”他们怎样？那请问你，他们是知道呢，还是不知道？不知道。没有亲密的关系，哎，你注意看哦。如果是在创世纪的时候，你看见没有？我们来看创世纪。OK， 我们来看，简简单单这啊，这个 OK。OK， 那第十五章的好，其实哪一章都可以了，十五章的好了。OK 了，十五章第一节开始，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无子，你还赐什么呢？”你去看创世纪，一起看那些 OK。那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你注意啊，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以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请问亚伯拉罕知道还是不知道？怎么知道？他不知道耶和华，他知道耶和华，因为前面说知道啊，他到底是知道还是不知道？知道什么？耶和华，但是这边说，但是在这摩西的时候，特别讲啊，你看来我们都会出埃及记有没有？为什么不知道？这几度耶和华，他都叫他耶和华了啊，还不知道？你逻辑上有通还是没通？就是指名教师就这三个人吗？再读一次 ，OK？ 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谁？”至于耶和华，他们是谁？他们这是这三个人吗？未曾知道。请问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你还没答复我，你答复我，我还是懵懵懂懂，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那你就要明白了。真正的时候，耶和华讲出他的名的是在什么时候？注意，你看啦，在出埃及记第几章？在哪里？快点看，你们找谁找得到？三章十四节讲什么？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对，我是自由拥有的。英文圣经用什么 ？I am， 我是。所谓我是怎么说？我就是光，我就是生命，我是真正的什么？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水，我是好牧人，我是。当你讲出你有任何需要，那么说他就说我是，他没有说我过去不是，将来不是，我是耶和华，我是就是我是 ，I am。那我刚才回答去了，到底他们知道还是不知道？其实亚伯拉罕是知道，
耶和华，但是他们不知道耶和华的意思是什么。 I am 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老师叫什么名字知道吗？什么名？陈天才啊。 OK， 所以呢，好了，现在有一个外国人，我去外国读书了，我去啊，在美国嘛，如果在美国读书了，啊，我去 Westminster， 我是去哪里读书的话，我这个外国人呢，我毛人呢，啊，你怎么又弄胡巴子要点 ？I am 天才，对不对？天才嘛，天才。所以呢，哇，哦 ，good friend，good friend。所以我跟他同事有，他跟我在一起多少年有，哦，天才，天才，天才，来来来，我家吃饭，天才，我带你去玩那玩，哦，天才，天才，天才，教了半天，多少年，十年以后，他知道我的名叫什么吗？他只叫我知道我叫天才。天才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天才是什么意思？ Genius， 你懂我意思吗？天才，中国人的名字天才是有意思的。就像我们今天叫很多西方人 John， John， 你叫了几十年你的老朋友 John 了，你都还不知道 John 是什么意思一样。他叫你叫了三十年天才，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天才。你说他知道还是不知道？知道我叫天才，但是不知道天才到底什么意思。就是你现在叫你的朋友，本身是将来你的儿子叫你的儿子，你自己给儿子取名哦 ，John John， 你自己的儿子你给的名，你都不知道 John 是什么意思。到你老的时候，人家问你，你知道你儿子 John 什么意思吗？那你是知道是不知道？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我的意思说，你真的要知道我们到底是敬拜谁。你不要在那边直接说，哦，我敬拜上帝，我敬拜耶和华上帝，敬拜了到一代地步几十年，你叫你的老朋友叫 John， 叫了老朋友二三四五岁以后，你都还不知道 John 包是什么意思。所以这好像外国人叫我天才，但是你们一听天才明白吗？懂吗？懂啊？会写吗？会写吗？懂我的意思吗？就知道，所以耶和华的意思到了摩西的时候，上帝才启示给他知道，而他才知道起来。那么以色列不知道，亚伯拉罕一直下来，他们就叫耶和华，但是不知道，就好像说叫我天才，天才，天才，叫了三十年以后，突然间他才说什么叫天才啊？你叫天才啊？吓死人了！你爸爸妈妈敢给你这个名字？你懂我意思吗？不是我自己叫天才的，是我爸爸妈妈给他，不关我的事啊！你懂我意思没有？你懂我的意思没有？啊，明白了。所以圣经这里很奥秘，没有？明白了。所以今天很重要，很重要。我再说，求神恩待我们，不要我们信。我们才说我们信耶稣，我们相信这个福音的整个话语，对不对？到最后是信的蒙叉叉模模糊糊的，我们在信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好像今天我们守圣餐，圣餐什么意思？你别以为你知道。你们去过教会里面守圣餐，有没有守圣餐？你只知其所以然，不只知其然，不知其什么所以然。有的教会你去守圣餐怎么样呢？你怎么样守圣餐？你怎么样守圣餐？你 有人去卫理公会吗？卫理有吗 ？Methodist， 或者是去啊、什么教会？有的教会有的教会守圣餐是怎么样的？你要走出来啊啊！要走什么？要走出来。啊，有的教会是走出来，然后跪在前面。两了没有？卫理公会 Methodist， 卫理公会就是啊，拿了 OK。有的教会呢，你没有走出来的，你坐在那边。我看你的教会是可能是这样的，对。然后呢，有。你守了一生人的圣餐，你做了传道啊啊，做了会友，做了那么多年，你守圣餐，你都还不知道什么意思？为什么他拿到你的面前来？耶稣的身体救恩呐。为什么你不出去呢？为什么那个教会叫你，你要过来？那我在这边，我牧师在这边呢。恩典的，他是分嘛？分啊，就不简单了。这个有意思的，你只知道其然，不知其所以。你懂我的意思没有？一派说上帝已经预备好他的恩典救恩了，对不对？那你要得到，你就要来。你不能拿，怎么拿到？没得我丢过去给你啊！开你的嘴巴，开。吹。
对不对？另外一个呢 ？No， 他怎么样？谁就背着救恩？送你白给白白给的。对，给的。你看见没有？他当的一个宗教的礼仪，我们一个圣餐，我们很多人到今天，你做基督徒做到今天呢、啊，很多时候你都还是摆着，你都不知道你守圣餐什么意思，你都不懂。我期望我们不要信耶稣做基督徒，做到最后还是蒙查查蒙蒙懂懂。我们在做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我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就像我讲到耶和华耶和华，你好，哇，耶和华耶和华是，我会以为讲耶和华上帝，讲最怕的不懂。叫我天才天才天才叫了30年也不知道怎么天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信有扎扎扎实实，我们信什么你知道你在信什么吗？你为什么这样做你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做吗？每个人在做，我从小在大跟我妈妈就是去礼拜堂了、啊、他生产就是这样、啊、走出来的，我不是走出来的、啊、不然他每次我是做的，他就分给我嘛，他分给我我不知道了。你那时候、啊、这是我们教会的模式、啊、我们的教会的长老很好，我不要麻烦我们走出来，所以就砰砰砰砰砰砰砰哦，你他很有爱心 怕你走了麻烦了、啊、跑过来给你啊。哦不不不、哦、很多人这样走都会很麻烦很乱的、啊、所以最好就放在你面前给你。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懂为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丰盛神学院，我们要查考圣经，我们要明白。所以我们今天要明清楚知道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救恩，什么叫信耶稣。你不要讲了半天以后来到丰盛神学院，到回去以后，你还是不懂什么叫信耶稣，对吗？这样吗？OK， 好，我继续讲下去。嗯，那个分好了没有？拿来吧，还没有拿过来哈。OK， 嗯，啊，时间到还没有到哈？还没有到，没看到。OK， 好，嗯，我们来接下来看一些哈，嗯。OK， 我们先过来读圣经，开始好不好？我们先读罗马书，先读罗马书，因为我们开始要读圣经了。我们读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很多人是引言什么，对不对？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我们一起开始的来读。耶和华即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差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向在圣经上所应许，论到他儿子按着肉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得了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正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下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无故的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到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的想念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指示扔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在这里的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已是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劝他们怎办，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OK， 好，我们先讲这段经文、啊、当然我们另外一本的这个查经资料还没有印出来，我期望等一下应该等一下可以拿得到吧，应该哈。然后因为很多资料我们暂时还没办法看，那我们先看我们的这本的资料好不好，我们看第一章，你们有吗？你们有这个有这样 OK， 尽量的带你们的手提的这个电脑好来好不好？ OK 哈， OK， 开出来，有没有开到？开不到，啊，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哎，这个怎么没有看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一章，OK， 好，那是呢。你看《罗马书》第一章，你们因为你们尽量鼓励你们能够带手提电脑，都带手提，你们都有嘛？对 ，iPad 看 iPad， 因为我怕你看这个呢太小个字，你看不清楚，影响你，好不好 ？OK， 那《罗马书》的第一章，你看它的主题啊，这个人呢啊，如果以后你，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们会拿到这本书，什么时候？哦，所以这个一直到我们上课完都印不出来。OK OK OK， 不要紧不要紧，那也不要紧，算了 OK 啊啊 OK 电子版对不对？因为前面的我再告诉你们说，你如果注意的话，特别是在前面以后你们将来印的时候看了、啊、很多，他是把每一他是帮你作者呢是帮你看遍所有的罗马书注释以后啊，好像大纲也好，这是陈中道的，这是谁的，他把它收集那个资料。省了你自己一个人去看很多很多罗马式的注释，也不是他写的，你别以为是他写的。OK 啊，这个是天道的啊，圣经注释，这个是什么？他不过帮你做我们功课，收集个资料，弄成给你今天方便我们，好吧 ？OK， 那我们来看他的主题，第一章的没有，主题是神的福音，他是讲神的福音。你看那第一节他说什么？福音的使者，奉召特派的保罗，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圣灵所应许的，我主耶稣基督。二到十节的福音的对象是谁？在王国中所有的人。福音的交通什么？问安、带祷跟分享。福音的负担什么？以还债的心情尽力去传扬，对不对？他觉得我欠了很多债，我要把福音传去。福音的大能什么？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的需要，世人都被神定罪，所以需要福音。所以呢，义。因世人对神不虔，不寻求神，不荣耀神，敬拜偶像。因世人对神和对人不义，放纵情欲，存邪僻的心，行事凶恶。26-32节，所以呢，他就把它分了，让你容易看。那我还是说过了，那第一节我们读过了没有？还记得没有？第一章第一节，我说过了。那第一节里面，它很多什么内容，对不对？你看那个。啊、第一节的、啊、这个画中之光、啊、画中之光，什么是神的仆人呢？第一什么？必须是主耶稣用宝血重价所买的人才有资格传这福音。我们都是主用他宝血所买赎的人，自然应当随时随地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要成为上帝的仆人，将来你毕业以后，你要回去做传道人，你要做神的这个福音的使者。第一什么？接着什么？你是必须是主耶稣用宝血重价买赎的人。或者说，你必定是要什么？重生得救，不然的话没有意思的，对不对？你根本都不是。那你去做传道人，你去传福音有什么意思？你自己都就说我今天跟人家说啊，哎，这瓶水很好啊，啊，喝了对你身体很好。讲了半天以后，你回家你都不敢喝，吓死人！这个敢喝啊，是人喝的吗？
那有意思，你自己都不敢了，你还。所以你如果自己都不信，你自己都没有重生的救，那你去传福音，你去说没事的。那如果是这样，我倒不如劝你怎么样？你到底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你做什么，对不对？你做老师，可能你还有装备好，你做一个老师，或者做一个 lawyer， 做一个工程师。所以这个必须第一件。所以呢，你看见没有？第三来说了，第二来说，第二，我们没有自由不传福音，因为我们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便有祸了。那保罗的感受，你们做传福音啊，因为他很清楚知道。他就是耶稣的什么见证？你还记得没有？初期的五旬节教会的时候，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什么？必要在耶路撒冷做这什么？对，为耶稣做复活的见证。你是见证人，对不对？啊，第三呢，做仆人的工作是服侍。什么叫服侍？什么叫敬拜服侍？服侍就是你要顺服，啊，传福音必须降卑自己，不顾脸面，甘心做众人的仆人。有一首歌我很喜欢的，不过我没有带过来，我一下子也不太大啊，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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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过这歌吗？啦啦啦啦，噔噔噔噔噔噔噔，有听过吗？信靠顺服。啊，那是另外一首歌，那是另外一首诗歌。OK， 可以啊。所以呢，所谓敬拜，什么叫敬拜？你说我敬拜上帝，我服侍上帝。那今天你讲的 OK， 将来我要服侍上帝哦。服侍上帝就是顺服上帝，顺服耶稣基督，神的话，神给你的领受，神真的话语摆在面前，你顺服吧。你如果不顺服，你说你是敬拜，那是假的。所以今天如果你来做礼拜，进来，你说我敬拜上帝，那你真的敬拜上帝？当上帝话传扬出去的时候，你顺服吗？你破嘴，哎呀，什么时代了，还讲这些？这些已经是老牙了，啊，这个是过时了。那你在敬拜上帝啊？信靠顺服。OK， 就比如说。我们越亲近主，第四，越多停留在主跟前，就愿意多服侍人。所以你看见没有，一个真正的神仆人，他就很自然的，他愿意服侍人。我坦白告诉你一样，当然，如果将来有机会你去的是大教会，对不对？大教会的话，很多弟兄准备安排工作什么的话，可能不需要你做什么。但是有时候上帝带你去一个小教会不一定啊。你做牧者，甚至你做一个什么师母。或者做一个什么的话，什么都要做，对不对？要啊，我们的哪个弟兄，对不对？那个说他们开始开荒的工作，对不对？啊，哎，这个弟兄在哪里啊？啊，你问他看。啊，你如果你们这些教会，你说刚才我直接在车上听说要打扫嘛，对不对？打扫什么？打扫。他说什么东西叫你做，你就走掉了，你没有做，什么东西没有做？啊？没有。是学校。是学校做什么事情？回去做什么？他叫你回去做什么？如果你再回去做什么？你啊，扫地，你看没有？你还明白我的意思没有？你如果到一个不管是教会不教会的，叫你回去什么？扫地，你看没有？我的意思告诉你说，你如果不是去那个大教会，去一个，因为很多人他可能有工人，他积极的全职的人，但是如果你开头出副事主的时候，你毕业以后怎么？你懂我的意思没有？你就是神的仆人吗？你就服侍啊！你不是说，我是上帝的仆人，我是丰收神学院毕业的，你们请来我来，小弟啊，退！你不要忘记啊！你不要忘记啊！王牧师啊，做牧师啊，都已经做了差不多四十年了，已经做多少年？牧师，你懂我什么牧师没有啊？他也读到，说是他也在神学做过老师，他也做过什么？你们说，到今天呢，因为有时候去了教会这边，教会什么？
因为有学生嘛，有什么有事什么厕所什么，你问他还要什么，是打扫。你懂我意思没有？你以为你做上帝的仆人，高高在上，我是上帝的仆人，哈 ？No， 真正上帝的仆人，他真的愿意服侍人。你如果没有这个心态，那你不要做。你要人家尊敬你，你要人家捧你，你要权势，你要名利，你要地位，你要金钱，那你干脆去社会去外面去赚嘛，对不对？你去做 lawyer， 你去做工程师，你去做医生，对不对？更好。那你何必要做上帝的仆人？对不对？我不是说做上帝的仆人一定要扫地洗厕所，但是做上帝的仆人就是什么？凡事怎么要谦卑的服侍人，明白吗？什么都要服侍，只能够做得到了。我坦白告诉你，在这边有一个弟兄，我不要讲谁了 ，OK， 可能你们都见过。有一个弟兄呢，那你问你的院长，院长都还记得他讲，你呀、啊，你还记得没有？当时在神学院的时候，就讲我，对不对？因为差点的为了你，就要开除，什么事情呢？因为他生病，他的病很特别。很严重，严重到一个非常的地步。他吃镇静剂，镇静剂没有？你知道是镇静剂吗？那个控制他的情绪或者安静下，吃一口气吃八粒，他都没有感觉。严重性吗？严重性。他在病床上的时候啊，你服侍他，你不要说去动他，他痛啊。那他躺在这边，你走过去，我们走过去多少都有一个波动的嘛，他就痛了。如果你到他的床边，你用手摸到床，他就怎么样？严重吗？太严重了，你懂我的意思没有？他妈妈都怕了，不敢去，吓到。甚至呢，你知道吗？甚至你知道吗？他那个时候，那时候我还不在，我没有在的时候啊，他那时候刚刚的事情发生，因为那时呢，他是那个车祸了，因为他骑的。摩托车，你不知道你们叫摩托车还是摩托车是什么呀？刚好有一辆的货车啊，我们 lorry 嘛，翻过来压他下去，所以呢，他整个人给压下去的时候，整个固盘啊，这个固盘什么裂掉，分成7块7块，里面都裂到断掉，尿到什么都没有。所以呢，当在那个时候呢，给人家拉出来的时候，人家以为完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呢，那个医生还是个实习的医生，对，这死马当活马医。你知道吗？但是没有想到神的怜悯真的给他活下去，但是他一直痛痛叫啊，每天这样叫。你是妈妈，你怎么样？心会痛吗？医生只有办法打麻醉药、鸦片或者什么麻醉药，因为打下去怎么样，他就停止痛。但是打麻醉不能天天打的哦，一个限度的哦。你打过超过多少天以后，它的分量级以后，如果你继续打下去，这个人废了，就是上瘾了，就是你看，鸦片讲哦，没有用了。所以呢，医生后来不敢打，不能再打了，不能打怎么办？医生只有一个办法，叫就叫嘛，反正你是叫吧，啊叫嘛。那什么时候开始打？吃饭的时间，打一针。吃完了，过了就是啊，又叫。你说他的妈妈怎么样？会怕吗？亲生的儿子，对看到医院呢 ，phobia 都恐惧啊。啊，当然他那个最严重的时候我不在，后来他比较好，但是他以后的事情，他还是常常有这样的问题一直发生。那时候在神学院的时候呢，后来发生，我说我吃到八粒都没有办法。后来呢，去看医生喽，医生怎么样？当然是打针喽，对不对？打镇静剂什么怎样？但是医生没有办法 ，24 hours 整天跟着你，医生顾你妹，对不对？你在宿舍里面，所以医生就说谁顾他？因为我顾他嘛，我在旁边顾他。你来，我叫你打针。我一生人呢，医生我做传道人呢，一生人跟人家打针，就是那个时候。你问我喜欢啊？我要啊，我愿意啊。是医生说谁顾他？你顾他。那你顾到你负责打的，我不会有，我怕死了，谁会打针？
对，你要打针吗？跟他打，你要吗？不敢，我也怕，我那敢打针。医生说有，我叫你打，我叫你打。他就说来，那你打这边这个角落，这个比较没有什么神经线，打上面肉肉厚，压一下。那等这边看啊，不要有空气是吧？啊，插下去，然后再打下去。医生就叫我打了，那我不怕，但是我打了谁打？因为我顾他嘛，你懂我的意思没有？我就打嘛。当然了，你叫我打这个血管的，我不敢了，吓死我。你到今天你叫我也不敢打，但是我一生人，坦白说，跟人家打针就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顾他。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我要的，不是我愿意的，不是我喜欢，但是因为我顾他嘛，我就做嘛。但是你别以为你做了就是好事，哎呦，你很爱那个弟兄哦。有人就误解吗？哎呦，就告上去呀、啊！啊，就说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有问题呀、啊！因为我不是医生吗？我是医生吗？不是医生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就什么变成是我的问题了？这样要处罚我了呢？你懂意思？所以我的意思是告诉你们说，你做上帝的仆人，对不对？很多东西你真的是没话可讲的，有时到那个地步，你非走不可。对，你为了人甚至要摆上命，都要摆上什么都要，对不对？你听我的意思吗？所以做上帝的仆人，所以这一段话里面，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当当讲上帝的仆人里面呢，我就觉得非常的重要。 OK， 那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第二节，因为第一节我们已经看过了啊，可以下课。 OK， 好，我们下课。 OK， 我们十分钟啊，十分钟要再来。